不，你们是，好吧，没错，她就是有着这个角度可以娇俏外表、甜美歌喉的音乐精灵，人气主播冯提莫。看好来了来了哈，注意着啊。Hello 大家好。我要往前面一点。Hello 大家好，然后很高兴也很荣幸，然后来到这里。这个角度可以吗？不行，你们要给我说。也是我第一次当评委，我现在非常的紧张，然后手心脚心其实都在出汗，因为是我第一次能够参与选美这个评委，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完美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大多数我跟那个大家的眼光应该都会一样的，用一颗不完美的心，然后去看待我们认为完美的人和事物。然后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玩得开心，看得开心。好，谢谢。还是这个角度好吧，还是这个哈，说出他的名字。
谢谢，好甜美的一首演唱，谢谢，谢谢。